夹好哈、欸，我很怕你拍拍手把手机就掉了，真的哈、哦，到时候你的小鸡鸡我就要去剪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哈、哦，我爱扣人蛋掉的物件，你敢知？尤其是那种喝醉酒最喜欢去剪人家的，剪到了就赚到了，剪到就赚到，不然我看到物色到我都一般都是直接打晕拖回洞穴，我如果用剪的比较省力啦，是，哎呦，真的哈、哦，我本身有没俩起来了、哦、好了，来，我们这个湘君哦，来，赶快向我们现场哦，这个所有你的这个观众哦，赶快问好一下，哦，中华民湘君有这个机会，当来家家，嘿，也是咱的贝公啊，是的，生日快乐，对，贝公啊，生日快乐，湘君嘛，在家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，谢谢，来啦，感谢哈，我们的湘君。哦，这个不止歌唱得好，电视也很会演，不是演电视啊，是演电视，演员这个诠释得很好，角色都诠释得很好。哦，啊，这个其实哦，做英文嘛不简单，一天到晚都要挑中不同的角色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导演给你什么角色，你就要去揣摩，对不对？叫你演苦命媳妇，是，或者是专门虐待人家的婆婆。而且讲吼那种神经病的啦，爱气那种。对，然后最辛苦的就是冬天演夏天的戏，夏天演冬天的戏这样。哦，这个演哦，就很痛苦了。这个导演真的实在是哦，没办法啦，真的不是人哦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有时候播出的时间他哦，对啦对啦，那大夏天的时候，问题是。伊要全释的是容易了过年的时点，哦，有啊，过年时间啊，大家都是要穿那个棉袄啊，对对对，哇，那真的很辛苦呢，是，哇，那拍戏也实在是真的很不简单呐，哦，来啦，不过没有关系啦，一道拢就辛苦诶，情况嘛就辛苦诶，我讲话一直讲一直讲，对啊，什么都很辛苦啊，还要一直在，有时候都快要那个。都有职业病了，真的哦！不信你问中文啊，不一样，你把这行够了哈。好了，来，我们一样的，请我们的湘君哦，来，可以刚刚给你后面来拍你的酒喝啊。来，刚刚我们先从这里，对不对？按这边的好朋友，你的观众好朋友也等很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签名就好。好，我们就下去挥挥手就好。好的，谢谢湘君。歌啦，要啦要啦，因为咱现场吼，就做咱的长辈时段，除了这些色狼之外，把咱好标记好。帅哥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是说摄影的色啦，是大色狼那个色，那个他表示跟我们有点那个磁场不太合哈。我讲色狼，他们每个都会心一笑。哦，我在想一个手提旁，然后三个耳朵那个色，哦，不是好色的色啊，是的，因为每个都拿着这个摄影机拿大炮啦，哈，对不对？都很专业，是的，他们专业跟着我们跑场的呢。哦，我前两天才在那个三峡遇到菊昌宏，今天又在这边遇到他，而且那个三峡是隔壁跟这边两场，他就这样跑来跑去，就爱去呗，很奇怪。哎，你们为什么？有这个兴趣，我觉得很好啊，真的很厉害哈，这个哈真的不错不错，人生还是一样有一个兴趣的哈。当然，好了，来，我们呢这一区车子，来注意安全，来小心小心哈，来，好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哈。